你看，因为比如说找我聊好久，没有跟他聊，所以等他走之后再出来吃。好，开始啊！阿南不要。好。又有新玩具。你好，嘿嘿，我们在拍影片，我拍一下影片，我拍一下影片，嘿。Hello， 各位粉丝团的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来，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BMW 160哈。昨天有一个经理的好朋友啊，说我什么，在那个很久没有看到我什么直播上不太有精神哦，实在是因为太忙了，都一直在赶货哈。那昨天好像网络也不太正常，所以今天看看能不能做个直播，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一台 BMW 160。那这一台的车主是经理好朋友，所以他之前还有一台 F10 哈，也过来改的 KT。那这台是朋友的哥哥，所以变器坏掉了啦，所以就来升级 KT 的道路版。那这台车其实都是原厂的哈，可是因为车龄久了，好，所以也有一些零件哈是损坏的，譬如说前面的离载串呐、啊，还有前面的拉杆的铁套哈，这个都是很还蛮不错，可以当分享的一个素材。譬如说这个上座，这个上座它下方有一个止推轴承，轴承的中间有一这个橡皮，橡皮的话可以看到还蛮严重的皲裂的痕迹。啊，这个就是还蛮经典的一个损坏，就是时间久了就是都是会坏嘛哈，这个都是消耗品。不过这个用料其实不错，像这个的话它的筒身都是铝合金的，后面也是哦，后方的话是多连杆双 A 的悬吊系统，这个也是铝合金的。然后像这个车龄久了，如果要沿用原厂上桌，是不是比较会容易有可能哦？像这个上桌都已经坏掉，变成还要再多另外一笔的花费，所以我们的上座的话就都有附新品，前后这台车前后上座都有附。那前方的话是配10公斤，后面的话是22005厂的规格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装上车。那这里因为这个是后驱嘛，所以这里有传动轴。那这个有水平感应吊架，这个是在感应后轴车高来改变它的大灯位置。哎，有浓浓的汽油味。好，它的避震器的摆臂位置哈比较偏向外侧，所以我们配置的弹簧在这里。那这一台车的后上座哈，不是在椅背的后方，是在行李箱里面，所以这台车拆装避震器的时候会比较简单一些些。把这个试毯往内折的话，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在那个地方。看不太到。看不太到，那我用个，好，我用个东西用手去比看看，哇，这个车主也爱钓鱼呀，爱钓鱼。来，这样拍得到吗？在上方，所以就不用再拆内装了，直接把这个试毯把它掀开，就有办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，那也有办法从那个地方来做调整。这个给你盖上去哈。好，后方的避震器的拆装大概在这里。那所以这台车的车高调整也是可以从这个地方，这个托盘把它旋松之后调长，它的车高就变高，调低的话就把它缩短就可以了。那今天想要的车高是前面2.5指，后面2指。为什么会有半指幅的差异？因为这个叶子板离地的高度啊，它是比较少的，所以如果前面2指，后面也2指的话，屁股就会翘翘的，它的车高往远远看过去的话就没有那么水平，所以会建议啦，这一台车的话前面跟后面的车高差异差半指幅是刚刚好的啊。经理自己的213也是这么调整的。好，那前方的话，这一台车还有几个重点哈，像这个离载串的话也都是已经坏掉哈。我拿个灯，这个都还蛮不错，可以当一个分享的素材。像这个离载串的话哈，它有一个防尘套，这个防尘套啊都已经破损了，所以沙尘就会从这个地方跑进去，它的间隙变大之后就会有异音。然后 BMW 的190哈，还有 F10 也是哈，还有像这台车，这个前面的这个支臂
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橡皮。那刚刚在拆装的时候也有发现这个支臂，下面这个支臂啊，它里面都是一个铁套式的结构，一个支臂然后一个铁套，这个铁套的话有那个哈，没断，好，录影好。那所以它的如果有那个的话，我们再把影片放 YouTube 上面哈。那它的铁套的话也有破损的状况，那最严重的时候啊，它会整个脱落。所以像类似现在有稍微有破损的话，在踩刹车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抖动，甚至更严重的时候不踩刹车，在高速的时候也会有抖动的状况。所以其实底盘抖动不见得一定是刹车碟盘或者是某一个零件，毕竟像这种。底盘的结构哈，还有方向机舵杆的合上头，如果有间隙的话，也都会造成抖动的状况。所以底盘零件那么多哈，变成要一一去做检测啊。这台车车主刚刚的有说，他在重踩刹车的时候啊，有抖动的状况，所以我比较怀疑哈，有可能是连杆的铁套啊已经有破损的状况，也都有告诉车主，日后有保养的时候建议一次来做汰换。好，那上座的话，这个比较简单哈，它的上座在这里，还在上座的中间、哦。我们有副上座嘛哈，在中间这个孔，这里有一个 KT 的 logo。往顺时针的话，这个方向顺时针就变硬。那这里有一个 H， 往 H 的方向就是硬，往 S 的方向就是软。那 KT 的用料也都不错哈，我们有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，然后。油封的话是使用日本欧克的油封，那这个零件跟原厂是不一样的。原厂的话，既没有办法调高低，也没有办法调软硬哦。KT 的话可以调高低，可以调软硬，然后这个也都是可以拆修的。原厂的话可能坏掉就得做统称的汰换，但 KT 的话可以把它做细部分解，然后换里面的阻尼油，换里面的油封，就可以再整新的意思哈。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汰换的。那如果有车友们有想要试乘，今天早上有一台尼桑 Tina 也来试乘哈，啊预约明天早上要安装，所以如果明天早上有空档的时候，也会跟各位来做直播的分享。因为上一台 Tina 好像有一点间隔距离有点短，所以我们上一台 Tina 就没有做直播。那明天的话有空会再跟各位来做分享。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北中南分别都有实车可以提供给各位来做试乘。如果啊，各位有想要试乘的话，有想要比较看看的话，会建议啦，就像今天早上的车主一样哈，来试乘看看，来体验看看，那觉得满意再做考虑就好了。那如果有想要试乘，记得要私讯我们小编。好，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